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精华。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再来我们的来世模组哦。那在来世模组呢，刚开始之前，好，老头稍微要是宣布一下一件这关于这个模组的事情啊。老头出到这个模组，现在已经第十集了吧？第九集了吧？对不对？老头呢玩这模组只有一个感想，就是很累，非常的累，非常的难玩，超级的无敌难玩。怎么一个模组可以把它做得这么的难呢？啊，我从来都没有玩过这么难的模组，而且呢，重点是，问题其实还蛮多的啊，就搞得我现在对这个模组完全没有兴致了。所以说我决定了，就是我打算要把这个模组连载给完结了，因为呢，它非常的难玩，难玩到我快哭了，我要去玩别的方舟了，我不要玩这个模组了。啊，我想要去玩《仙境传说》模组。仙境传说模组的地图多了好多东西，我超想玩，而且还正在更新中啊！神奇宝贝模组也是讲了一大堆了，到现在连碰都没碰啊！我不知道我开的这个支票会不会空投，如果空投的话呢？抱歉了，不要骂我。好啦，你们要骂我也是可以啦，好不好？尽管骂吧。啊，空投支票就开出来了，这样子好不好？所以说呢，今天这一集我们要干嘛？由于老头不想要玩这个模组了。我想把这个模组给拔掉，因为它实在是太难玩了。然后呢，我要把它这个模组里面的几只很强的恐龙啊，通通把它召唤出来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结束这个系列了，然后要玩新的了啊，再也要离开来世模组这个永无止境的万恶进化。我突然觉得它以前的系统还比较好，现在这个系统做的让我有点不是很开心啊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开始吧，召唤出来一下。哦，有什么差吗？啊，就前面穿一个泰克的装备，然后尾巴一个尖尖的这样子，哪里个？就这样而已。来强训一下，三角龙 S， 我看一下它的功能写什么？它的功能上面写什么？吸剑开启哦，一样是可以开启那个、哦。哦，放油可以发射是不是？吸箭，哎，你好难哦，是要油才行是不是？这也太丢了吧！然后这边有血啊，他这边有血啊，然后呢，我点一下这个移动速度，点一下，要有油才可以发动是不是？啊，右键呢？没什么卵用啊！这只还在未开发完全是不是？三角龙 S 是怎样？我看一下，他说油跟汽油，我们有没有油？我们好像没有油哎、欸。哦，我们有油，还有汽油，来试试看好了。哇，而且这只三角龙比原本的三角龙还大只哎、欸，大将近两倍、三倍左右，这么恐怖。来，我们来把油丢进去，按 C。哎呦，点火了。然后呢，右键。呜。Oh my god！ 右键是迫击炮啊，可是什么？我们附近的恐龙都不见了、啊。我看那边有一只阿龟了，阿龟我来了，阿龟，阿龟受死吧，阿龟 ！Punch！ 哎、欸，怎么没有中？怎么又没了？啊！汽油没了，汽油有用吗？哎、欸，油没了，不能使用攻击了、哦。哎，把油丢进去。哎呦，抱歉了。就，哈哈哈，三百多，准，也还好啦。哦，看一次耗多少啊？哎、欸，快没了、欸。哇，一次耗50油、哦，你是跟我开玩笑吗？一次耗50。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们还是回家好了。我的天啊！为了这个火焰弹，然后一次耗50颗汽油，你这样子你吃得下吗？吃相这么难看，异特龙 S 全部都是 S 级的恐龙哎、欸！哇，穿了钢铁装的异特龙 S， 哎、欸，还蛮酷的啊！哎、欸，好屌哦！有点没办法看上面，我们飞上去看一下好了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啊！
哎呦喂，惟妙惟肖呢啊！哎呦，都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晕呢？算了，我们直接强训它就好了。啊，上面也有写功能，我看一下功能啊。它上面写说放入腐肉，哦，背包放腐肉，右键会有特殊攻击。我们的腐肉倒是很多啦，啊，我们腐肉这么多有没有？右键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好恶心哦！你吐什么啊？胆汁啊！堂堂的一只异特龙，你居然吐这种奇怪的东西，吓人！啊，那刚喝。哦，连叫声也不太一样哎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周围的恐龙都不见了呢？怎样排斥我？不要这样排挤好不好？好，那边有一只富杰龙，我们弄一下好了。右键。哎，为什么他是在原地转啊？来靠近你。很遗憾的，完全没有任何屁用啊！耗30个腐肉，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很像马，很像那个竹笋在那边转。可以告诉我你这个竹笋到底有什么意义吗？我的天啊！你只是长得好看而已啊！哈哈哈哈。Oh my god！ 我的天啊！啊，至少他跳得还蛮高的，好不好？然后右键会在那边拉一坨屎，你看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啊？软体动物啊！啊，不管了，我们看下一只。那、啊、时间有限。啊，淡水龟，淡水那是龟还是龙啊？这是要放什么？C 键开启弹射，要放石头哦。哦，这个要放石头哎、欸，这么屌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它会主动攻击、欸，它不会动哎、欸，这种都不会动的、欸。哇、哦，すごい呢！阿龟，你终于可以像一个斗士的阿龟啊，像你之前你的同伴都这么的弱，最后它是放石头特殊攻击。我们看一下右键。右键就有开枪啦，但是好像只是装枪做事而已。然后左键是咬，啊，走路还是一样很好笑，啊，走路还是蛮低能的，啊，点一点攻击力好了。那、啊、重点是这，哎呦，你干嘛啦？你干嘛伸长脖子啊？宣示主权是吧？为什么我们这边的恐龙都不见了啦，大哥？还是说我没有按这个？哦，有啦，抱歉，我的错。攻击，哦，轻轻的咬一下3900。不拖泥带水哦啊！到底有没有发射出去呢？不知道。按 C 键，按 C 键有、哦，按 C 键是某个东西打开。哦哟，开始能量聚集，但是它上面写没有石头 ，No stone。好，我们的石头丢进来。Holy shit！ 打到自己还着火，超屌！自己着火自己扣血，有没有问题啊？你有没有问题？哇，他们全部都燃烧伤害，这 A O E 还蛮猛的、啊。可是自己会着火，这一点就有点不好笑，不抢了哈，真的是非常的不好意思啊！阿龟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烧了自己呢？啊，记得灭火啊！啊，那前面很多只，哎呦呀，可是伤害好低哦，点攻击会不会增加？那、来嘞、欸，哎呦，石头没了、哦。哇！我居然没有石头、哦，我有这一天哦。哎，是谁咬啊？这种头龙很生气哎。哎，还有啊。那为什么刚刚发不出来？啊，没了没了 ，no stone。啊，我们的阿龟，加油阿龟，你行的。好弱的阿龟哦，攻击力还好啦，刚刚只把攻击点高，才2-3万的伤害。水平一般般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只好了。来，时间暂停。这个是我们的淡水龟哦，这个重头戏来了、哦，这重头戏来了、哦。嘟嘟霸王龙 S， 哎呦呀，哎、欸，体型是小只的、欸，不是大只的、欸，那泰克系列、欸，全部都是泰克系列、欸，这个要强训好了。哎呦，会有声音！左键，哇，咬一下，为什么咬一下就移除了这个东西？
不能发射，因为没有汽油，吸箭没有功能，攻击。所以说它是上面写说它是要放汽油是吧？我们的汽油在哪里？我们的汽油怎么不见了？等等，我们的汽油该不会在三角龙那个地方吧？那很简单啊，我们传回去就好了，就不用走这么远了。走，我们回去拿汽油。来喽，回来喽。好，那只三角龙还在，走开啊！来来来 ，What the hell？ 发生什么事了？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穿透地面了 ？What happened？ 这个模组有问题啊，又跟以前一样了啊！突然觉得好像有一种熟悉感，非常的熟悉。好，有汽油了，来，我们来个 pistol fire， fire！ 啊！超级大喷火，喷下面的人。啊，我们侧面看一下，看一下自己。啊，看不太清楚啊。好啵。啊，我们的嘟嘟，我还可以掉到水里。我们的嘟嘟霸王龙 S， 啊，有点体型比较小啊。不过个人认为大致上还是算不错的。啊，但是呢，你一骑上去之后呢，你就会变成透明人间啊！你拥有了穿透之力啊！我再试试看会不会穿透好了，让我穿透吧。果然是穿透之力啊，会死人，赶快飞上来哦！真的，你骑上去你就会有穿透之力了，实在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还不够完整，所以说没有被放上来吧？啊，完成度还不是很高啊！啊，我们就跟前面那只阿法牛龙打，我们打不到的赢啊！我们血量46000，来，没关系，他血20000多，我们赢定了。我们只要靠我们的右键 ，Pistol Fire， 他居然咬我1700，哦，还好，还好，我攻击频率比他高，可以的，我稳了，撑住了，啊，多点一点攻击力就好了。那其他的敌人就不算什么啦，是不是？啊。你可以边喷火边移动吗？欸，不行欸。欸，被这喷到的树是直接消失哦。欸？哦，没有，是我的错觉。我以为是我的火焰让他们全部被烧掉。Fire！ 没有 no more 了。哦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汽油没了。好吧，我们只能用愤怒的咬击把它咬死了。好，那边还是阿法的鲨鱼，不理他。我去看一下那只阿法鲨鱼好了，阿法鲨鱼来了，你在哪里？阿法鲨鱼，我看见你了，单挑，单挑啊，那，咬一下就死了。啊，算了，我们还是游回上岸好了。啊，我们这 S 级的恐龙呢，目前只有4种而已啊。对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只有4种 S 级的恐龙，好不好？剩下的呢，我们下一集再做吧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再让这个莱斯模组系列直接给它完结。好，我不想要再玩这个模组了，玩到快踢笑了。好，那下一次到时候可能会玩别的地图吧，希望呢可以顺利一点。好，模组呢，我会之后呢，我会再精细的挑选。好，不会再乱套了，那模组乱套套到我玩不下去啊，好不好？OK，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啦。啊，如果喜欢我影片呢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或者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见了，拜拜。